他那个神情有一个很深刻，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看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自我的形象，我就想到我自己，原来真的，上帝不在乎你是怎么样子的，上帝不管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多少的磨练，多少的熬练，不管你生命中被践踏了多少次，不管你的生命中失败了多少次，被撕破了多少次，但是你这个价值永远是这个价值。如果你这个价值没有恢复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的话，你只不过是永远破碎的钱，是被丢在一旁的钱，是没有人会看，没有人会用的。但是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定位的话，你知道原来上帝造你的 value 是在那边的话，你的生命多坎坷都好，你的生命多破碎都好，你的生命多咒诅都好，你的生命多少多少的败坏都好，如果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话，永远是上帝眼中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一个。上帝从来没有撇弃你，上帝没有丢弃你，撇弃丢弃的通常是我们自己，所以很多人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对你的接纳是完完全全的接纳。很多的时候上帝接纳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接纳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的 value 掉了，我们觉得我们开始破了一脚就不值钱了，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生命完全完全是不值钱的，因为人家告诉你的生命不值钱，因为你父母亲告诉你很笨，你根本不能够读书，因为很多很多的时候社会告诉你一些，你是一个社会的垃圾，你根本不值得被使用，因为太多太多的时候甚至你自己都不能够肯定你自己，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回问上帝，上帝啊，这个到底是多少钱啊？上帝说，我造他的时候就是十块钱 ，and forever and ever, it will be $10. 它不会变成11块钱，它不会变成9块钱，它被折磨到怎么样子？它的定位永远是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的定位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的话，你永远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们起来唱首歌，我们清唱好不好？刚才唱过了，我们唱比较抒情版。因你世界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像圣经中你是宝贝，在这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上帝眼中你是宝贝，然后呢？第一次，没有人能像你；第二次呢，没有人能取代你。OK， 歌词有点不一样，我们再唱过一次。第三句是上帝眼中你是宝贝哦，没有像。OK， 在唱一次的时候，告诉你身旁的人说 ，You're special。再一次，因你世界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上帝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像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再唱最后一次，这一次的我们请思琴，我们把这个你改成不是我，是你们自己啊，每一个我。OK， 告诉自己说 ，I'm so special。就是唯一。
意。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得像我。哦，我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我。姐妹，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告诉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You're so special。所以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所经历到这些，竟然塑造你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一个你。这个时候你要回到神面前，好好寻求自己的定位，才能够找到自己前面的方向，到底要怎样过才是神所喜悦的。Okay. God loves us enough to call us His children, so we are so precious in His eyes. Therefore, look for and appreciate your individuality.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好好发挥自己的强项，然后呢，不要跟别人做比较。最后 ，May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special you。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我们每一个人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不一样。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年岁里面，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家庭背景、社会、学历、经历。主要感谢你，你过去的带领塑造今天我们这个样子。但主，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自我认识的时候，要好好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谦卑的回到你面前，让我们知道要怎样把自我的定位放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来认识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主，为这我们当中有些可能是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太自信的，或者是觉得自己常常不足的，常常会跟别人比较的，主啊，祈求你宽恕我们，祈求你给我们正确的一颗信心，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原来是何等的特别，帮助我们这把弟兄姐妹能够发挥自己的强项。阿爸父啊，让我们当中有些过于自信的，看自己太高的，主啊，恳求你谦卑下我们，让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主啊，谢谢你，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生命经历怎么样的，生命经历怎么样的挫折，怎么样的打击，怎么样的苦难，怎么样的煎熬都好啊，阿爸父啊，感谢你，因为在你的眼中，我们永远永远都是那最珍贵的宝贝。谢谢你是如此爱我们，阿爸父啊，感谢你的恩，感谢你的爱。以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向你祷告。Amen。谢谢大家。